今天我们来吃个明和他们家的手枪腿，鲜嫩多汁。这一个老大给我两巴掌。哦，他不让我吃。手枪腿中的天花板，我吃刚才吃的是奥尔良的，然后它的那个手枪腿只能用空气炸锅和烤箱，每一个都是220克。空气炸锅二十分钟，反正面各10分钟。这个是香辣的，这个鸡腿就是手枪腿中的天花板。完了，我没拿筷子啊。鲜嫩多汁，一共发6个。吃了那么多鸡腿，还是明和他们家鸡腿好吃。这个跟我儿子就是，今天吃个简单的豆豉炒辣椒，好久都没吃这道菜了。辣椒一个香，
们这个豆子是农家风味豆子，它是用菜籽油炒熟的，姐妹们到家可以直接拌热米饭吃，还可以拿来炒虎皮辣椒、炒回锅肉、焖鱼、焖排骨这些。它是没有添加剂、防腐剂的哈，一坛一斤，现在是直接减两块，17.9到手一坛，辣度可以选，大个好吃。好了，是真的好吃，这是我们本地的辣椒，太辣了。待会儿拉着眼泪一趴鼻涕一趴。